它等下那个方程式的图形 ，b 小 b 啊 ，2s 平方呢加 5s y 啊，减 3y 平方啊，加 15x 减 4y 加11啊，等于 0 啊，好，那德塔等于多少 ？ac 嘛，负 6， 它减掉多少呢？ 2/5的平方啊，就小于零啊，哦，所以是双曲线类的，然后大德塔等于多少呢？ 2，哦，啊，这是2/15，2/15啊，2/15负3，哦，然后这是2/15啊，负2，2/15负2，是1啊，哦，那你就把它算一算啊，算一算的话呢，这个可能不会等于零啊，不等于零啊，哦，小于不等于零，所以这是双曲线，哦，双曲线。 我就自己算好不好？我这不等于就是双曲线。好，那第二小题哈，第二小题 5s 平方减 16sy 哈，加 3y 平方减 6x 减 10y 减 8 等于零啊。德塔是 15 呢，减掉负4的平方，就是小于负1嘛。 哦，大德塔等于多少呢？5，负8啊，负8，负3啊，负3，负5啊，负8，这样子。好，你看哦，你看啊，这个东西的话，乘以呢1加进来，再乘以负1加进来，这个就等于零了。嗯，你看哦。 这我通常把它加起来会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啊？我乘以1加进来啊，乘以负1加进来，哦，这个等于零，哦，这5、负8、负3啊，乘以1加进来变成是正3嘛，哎，没有，乘以1加进来负3嘛，乘以负1加进来，负3加正3等于零，哦，啊，乘以1加进来。 啊，乘以1加进来，啊，乘以负1加进来，哎，这有没有等于零啊？啊，有没有？嗯，不然还是我全部把它加加看，全部加过来看看，乘以1，乘以1啊，乘以1加进来，乘以1加进来，负11。 加5多少？负6吧。嗯，这个加起来的话是负11嘛，啊，这是负6，负6，啊，再加起来嘛是多少？负13，所以是负10，哦，所以不一定嘛，哦，嗯，我看哦，差个负号，哎。 那这里那个符号，我看哈、哦，这应该会等于零啊，不然的话，我们看看哈、哦，这个，我把乘以这个哈、哦，嗯，乘以1，啊，乘以负1加进来。 乘以1，好、哦，乘以1，好、哦，乘以负1加进来，好、哦，乘以啊，乘以1，乘以负1，乘以1的话多少？负8加3，啊，乘以负1加，所以这等于，好、哦，乘以1，乘以负1加进来，好、哦，乘以1，好、哦，这是负3减5，啊，乘以负1加8。 就等于零了，所以就等于零，对吧？好吧，乘以1再进来，好，啊，乘以负1再进来，中间这一项就等于零了，对吧？所以这是，两相交直线，两相交直线，好。